界的红海舰队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退退退，哇！这个球结果他出去了 ，It's gone！ 有大师兄也在旁边做准备，有外野方向，就这个球 ，A back to back 出去了，就这个球岳东华也紧接着詹子贤后面敲出全垒打 ，back to back。这一球打在了右半边方向，要来看一下界内，界外，在界内三分炮。这一球打在了右半边方向，那个飞球还蛮深远的，全垒打又是三分炮。主砲这一个球打在了右半边方向，不要拍了，出去了，许继豪。这一球打出去，打在了左半边方向，那个飞球，左外野手要看着球。